专门分享各区结业店铺消息的全港店铺执笠结业消息关注组，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有超过30万人加入了。不过版主就在4月11号的深夜突然在 YouTube 宣布震撼消息，说全港店铺执笠结业消息关注组将会执笠。版主就说原本计划群组突破20万的时候就宣布执笠，但是由于各种的原因所以延迟公布。他强调执笠是一早已经有的决定，他又说执笠不代表不可以重开，关注组执笠之后将会装修改名，在4月23号重开，更加会改名做全港店铺消息关注组，形容是一个比较中性一点的名。有网民就坦言对版主执笠的决定不意外，还说群组在短时间内有超过30万人加入，当然会受到各方面的关注，相信版主都受了很多压力，所以执笠都是意料中的事。